奈特萨斯奥特曼，德塔奥特曼，泰塔斯奥特曼。嗯，我这个是六星，我这个也是六星，我这个是七星，我赢了。哎呀，完了，这回又要输一包了。快点，快点，奥特曼卡来给我。急什么呀？让我选一个。把这个给你。好，终于赢了一代了。你的呢？催什么呀？我这不也准备给你了吗？哎呀呀，这一下就赢了两代了。来来来，我们继续继续。看我这回选一个更厉害的奥特曼卡片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个也不行。这个我要把我输的卡带都赢回来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也不行，这个还是不行，也不行，不行。快点，快点，准备。一二三，欧布奥特曼，利布特奥特曼，麦克斯奥特曼，这回谁的厉害呀？我觉得应该是我。上回我赢了，这回肯定也是我赢。我这个八颗星，我满星，我也满星。怎么？你得输给我一包，你也得输给我一包。不是吧？我一下就要输两包啊！到底给你们哪个呢？这个给你。这个给你。哎呀，我一下就输了两包，再来。好啊，这一回我要拿更厉害的卡片，我也要更厉害的。准备，一二三，一满星葛雷特奥特曼，满星贝利亚奥特曼，满星黑亚欧布奥特曼。一样的，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这样不行，不行，不行，再来。一二三，六星戴拿奥特曼，六星戴拿奥特曼，六星戴拿奥特曼。你们两个不要再跟我出一样的了。明明是你们两个跟我出一样的。不行，咱们要遏制住这种局面。好，一二三，六星泰塔斯，六星泰塔斯，六星泰塔斯。哎呀，不是吧，又是一样的。你说你这个黑人为什么老是跟我出一样的呢？谁跟你出一样的了？分明就是他跟我出一样的。谁敢跟你出一样的？还有你为什么要学我呢？明明是他学我。